十几岁的狗还能不能结婚？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个网友。今天咱们用实际操作为您解答。这只藏獒你可以看到，它胡子已经彻底花白了，年龄已经有十多岁，相当于人类80多岁的年龄。今天我们就让它相亲成功。相亲对象是一只拉布拉多犬，还有点不太好意思啊。大家也理解一下，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亲嘛。老话说得好，一回生，二回熟。藏獒老哥在旁边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咱们看看80多岁的藏獒是如何能相亲成功的。相亲对象不好意思没有关系，咱们先给它固定起来，固定好之后才方便下一步的操作嘛。最紧张的时刻即将来临，看看是如何给它固定好的。一、二、三，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只狗力气真的太大了，有点控制不住它。体型不大，力量很大，我靠，逃跑到了，逃到这个角落不敢出来。小黑狗估计心想，藏獒胡子都一大把了，胡子都白了，我当他的孙女差不多，怎么能跟他相亲呢？真是瞎扯淡呢！哎呦我的妈！强扭的瓜不甜，他实在不愿意出来，那就算了，顺其自然吧。